这个裂缝啊，哦，在这里。我的天！哎，又把你骂住，你带。哦，又进了，他老总管你了。要进下来。嗯。两根绳在一起。双胞胎，三胞胎，双胞胎。哇，一斤多，这个绳还漂亮，黄泥巴的。走，挖了这么久，终于挖到个鹿头的。这个绳都马上要冒头了。这个绳应该还挺大，一斤多。这个两三斤了，在这里发现有两根绳了，双胞胎。这上面还有一条。这个真漂亮，纯黄泥巴的。那边桃子都漂亮。四斤多，大不大？这么大的笋，这个笋好大，五斤多。上面还有一根，再吃半个，看成安全了，一个。行行，拿下来，哎呀，亮一下。一条，还有一条，嗯，还有一根。那个地方三根笋呢，三根长一起的，这都不要了。
这个路上有个裂缝很大，马上要冒头了。还好。哎呀，蛮小。这里有个缝，就是有点小。下面百分之百是根绳。看，冒来点点汤。这么深的，这么长，在这里发现一个大石头，哇！今天笋多，随便挖一下都几十斤了。这西塔啊，也是笋塔，那还是笋塔。这个笋漂亮，一点根都没长，一斤半。回家了。